好，今天8月11号，姐姐的 first birthday，现在她要做一个重大的仪式了，就是抓周。好，她不愿意坐下，哦，开始咯。好，看到要拿什么东西哦。哦，看看她要拿什么呢？计算机，耶！姐姐选了她的计算机，计算机，是她的了，对吗？再来呢？那你还要拿什么呢？这边还有啊，哈！还拿什么？好，给妈妈。Thank you。给妈妈之后再来拿，这边还有啊。还给妈妈？还想要玩什么？就跟妈妈说你还想要玩什么？你给他拿走，他只会再玩。麦克风好像不能拿走。是吗？麦克风是谁的？好，姐姐再来。还要拿什么去？叮叮。Oh, mouse. Okay, mouse. That's good. Thank you. 还要拿什么给妈妈？还要拿什么第三样？再想想看，这里这么多东西要拿哪里？所以这里也可以拿，那里也可以拿，这里也可以拿。你要拿什么？再拿一样给妈妈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再选。的东西都没有引起你的兴趣。好，来转过来再一次，好不好？看这些要什么？你这么有原则哦，人家都抓很多样哎。好了，那我们请妈妈公布第一样是什么意思？计算机就是很会算计算啊。然后呢？然后 mouse 就是以后从事。那个电脑产业啊。哦，好，好，恭喜姐姐完成她的抓周。对，等于说她以后是很会搞计算机的人。看我们准备什么东西，有印章，有当医生，蒜头，麦克风，画笔，还有 money， 还有笔，米，大概跟你一样就是个 engineer。青葱，尺，芹菜，还有书。那她选的滑鼠 mouse。还有计算机，从商或是当 engineer，OK。